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先进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我咧讲台湾历史哈，无啥物重复啦哈，所以哈，你上网站哈去看哈，讲看以前荷兰时代啦哈，郑成功时代哦。按地理看来吼，所以你按看几十点钟久了吼，按你你到法度通得到全部啦吼。啊，今仔日要开始讲，要开始讲满万经巨台二一三，晓得？万经吼，那个二一三什么关联？这吼，这就是吼。1683年，西隆来占台湾，到啊1895年，这两个减起来是212年。但是咱要算占偌久吼，头尾年拢爱算，无遐客气。敢若讲日本占台湾，有人讲50年，有人讲51年，正确是51年。啊，所以这是满清占台湾213年，哦，这就外资著名就是满清古台二一三，213年。啊，今日要讲的就是，伊来占台湾，伊的基本国策是啥物物件？伊占台湾是啥物意思？哦，伊有真欢喜来占台湾无？好，来看。伊来占台湾不情愿啦，无啥甘愿啦，安奈无啥甘愿，吼、哦，因为伊主要的对象是要拍郑成功因这个家族，吼、哦，这是家族该活40年，啊，活40年哦，啊，即番拍赢，啊，拍赢了后，全该，甲台湾的汉人哦。20万人，拢总该赶返去，赶返去中国，安就解决了嘛。要伫台湾迄岛，吼，要创啥？迄个是配太啦大来啦，啊！因为康熙皇帝吼，康熙讲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康熙皇帝讲台湾是配太啦大，得到也无加啥物，啊，甲献上嘛无。怕无虾米，安奈即个皇帝来讲即款话，一块土地来来安尼讲，原因，啊，咱会知影，满洲人人口占着汉人口无到1%，无到1%的人占着遮尔大个中国，欢喜都欢喜死啊！啊，加一个台湾来要创啥？所以得之无所加嘛。这种我一爬身的人，满洲人哦，你注意一项代志，伊各地的贵老爷哦，拢满洲人在做。啊，贵老爷这個，你定来会看到迄落电视剧哦，迄、那个贵老爷那腿甲要无啥事哦，都、就是因厝的迄落吼。腿啊，吼，拢会使来中国做官，做大官，吼、哦。所以到我今仔日哦，满人哦，该调查起来，伫东北个满人真少。啊，出去是中国各地吼，个满人哦，全去用东华去啊。所以满洲人吼真少。所以吼、哦，因无要占台湾吼、哦。哦，所以加20万人哦，20万人移去中国啊，就解决了。哦，啊，因要做这個决定哦，有一个叫台湾善后会议，在福州有开这个会，啊，开这个会的时候哦，啊，有人反对的就是西隆就是占台湾的迄个大将，西隆反对哦。
是拢反对哦。啊，完全政府在1680年8月15日，哦，这弃鱼流是到底要去啥？要甲台湾去啥？还是要甲台湾留起来？这问题来开会，哦。啊，但是西隆讲爱占，因为那些爱占呢，一个人哦，台湾哦，迄个时阵哦，已经开发的土地哦，有18000家，因为荷兰人来占台湾了，有开发土地18000家，啊，其中7500家哦，西隆第六地啊，哦，啊，我那会使无收这个产租，哦。所以西隆反对，啊反对，啊！但皇帝已经讲买地台湾啦，啊反对，要安怎来和皇帝吼改变思想，讲好好啦，啊无和你去占啦。所以这台湾在这情形下，吼去皇占，啊占了下款吼，会发生一挂代志。伊这是即康熙皇帝吼，伊个吼无人，无法度派满洲兵来台湾，吼，啊个未信任导航的汉人的兵，吼，所以吼，西隆专吼，伊写文章吼，甲皇帝讲，讲什么代志呢？几项代志爱知啊？第一。用个搬兵制度，下面叫做搬兵制度，都是派兵来台湾吼，上加三年，都阿哥还调到等于，那些皇帝听了真爽快，因为吼三藩之乱啊，人讲三藩之乱，我都不爱讲三藩之乱，那是你徛在满洲人的立场，它叫做三藩之乱。应该讲三藩抗清啦，哦，这吴三桂该派去云南做云南王10年了后哦，转起兵来反满清，哦，啊起兵反满清，哎，10年都反了嘞，啊，所以即摆即干了3年，反一世，哦，这头一点搬兵制度，啊，加上不习卷。你不使娶某仔囝来台湾，你即个成年的男子有娶某有生囝，你不使娶来个。啊，未开娶来的时阵，即个查某，即个家里吼，你放喺中国吼，你若在台湾自家作乱吼，我都甲你杀。啊，佫刷落去，不足成，台湾无去啥。嗯，啊，你就看讲台北都还有一个东门城都伫遐，即摆还佫伫个。但是你也知影，东门城是当时起的，是满清占台湾差不多约200年了后才来起的，头前歹起，啊，佫起到这个城吼，吼，结结啊，哦，我撑杆跳都结伊啊。啊，还佫有哦，台湾的城吼，无护城河啦。普通要做城哦，即、這个3000年前哦，中国都会晓做城、城吼、哦、城墙，都甲土挖啊挖来起城，啊挖起来土去做沟啊，做亏，哦，而且有这三项哦，因为西隆在讲搬兵不习卷不足城，即款配套措施。康熙讲：“啊，无好啦，啊无啥情愿吼，啊无来占台湾啦。所以台湾是伫这个情况下占的。啊，这个情形有啥区别呢？吼，到个过冬年4月14日，得决定，吼、哦，沿8个月占着台湾8个月。”给了就讲好了，甲台湾收来了吼，入去大清的版图了，吼、哦。啊，甲台湾
将东宁改为台湾。本来帝京的时候叫台湾叫东宁王国，哦，啊，帝咸公的时候，哦，叫做东都，哦，东都啊，东宁，哦，啊，到啊满清的时候叫做台湾，哦，啊，台湾迄个湾吼，咱即马拢写迄个湾吼，台湾唔对，哦，咱台湾应该是写吼，园林的园，吼，哦。哦，官威完，哦，啊，台湾，啊，唔得对，哦，啊，你讲台湾，迄是北京话，吼，甲你扭曲去，哦。但是，咱大多系迄个林永成伊嘛有各地讲诶，咱唔是所有诶土地拢属个完整诶土地，有开发诶才是，啊，无开发诶吼，咱有迄、那个。咱即马有一个所在叫做台北，有一个所在叫做石牌啊，哦，有一个所在叫做古亭。石牌是啥意思？这就是加些翻盖，哦，用个石牌啊。啊，古亭就是讲哦，伊翻翻啊，吼，要出的出草，我要出来哦。啊，遐一个弄古的亭啦，哦，个古亭啦，哦，就这名到今日也够低的吼，哦，所以迄内底哦。拢毋是完全的土地啦吼，啊，还阁一项证明，那做完全的知名吼，头壳吼爱剃迄个完全头，啊，留迄个头长尾溜，啊，你看咱的高沙族吼，啥人去剃迄个头，无个一个嘛，伊毋是大清的国民，吼，所以吼台湾吼，你按注意来看，即个就是讲。证明讲台湾唔是中国吼的一部分吼，第到啊清朝时，因家己还阁无承认，吼。吼，啊，还阁西隆占台湾了后吼，我家己的利益做出发点，我就开始贪污啊啦，吼。我讲有七千家。7500家吼，诶，土地变伊个啦吼，啊，消极的态度，搁限制人民来台湾，哦，限制移民来台湾，所以吼，咱台湾人吼，来诶汉人来台湾的人数真少，啊来吼，搁爱经过一个乌水沟，啊，你禁止吼船来。禁止大船来的时候，所以大家拢坐迄个小台船，对吧？啊，经过乌水沟的时阵会变，所以咱有一句俗语，就是讲十去六死，三老一回头。十个去台湾，哦，十去六个死的乌水沟，六死。啊，到啊台湾有四个哦，哎，还佫一个带袂好势，佫一回头，哦，这都是。啊，来个台湾吼，拢是打波的，吼，啊，拢是打波边啦，啊，毋着去用招，迄个平埔族哦，是母系社会，查某上大，查某是家长，家长是继承厝的财产的人，吼，所以咱就讲母姑坐大位，吼，就是讲，这个习惯就是讲母系社会。你就是这个平埔族，带去母姑坐大位。无我细汉的时阵，哎，那母姑坐大位，啊，应该阿伯、老伯这边的大兄，唔得坐大位，唔得对。啊，那老母那边的，嘿，那都是母系社会，你都是平埔族，毫无疑问。哦，咱不是中国人，咱是台湾人。啊，三年兵，吼、哦，来台湾做三年官，吼、哦，两年满，咱有一句俗语，什么叫三年官两年满？来台湾做官哦，做三年哦，两年来对哦，落地啊对个满满满，哦，这就叫做三年官两年满，哦，是落地啊对满，不是讲两年都是到期啊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但是。实际上哦，
因为爱看方向，风。这个汉民族的这个船哦，叫做 junk， 帆，容客船，容客船哦，这款的船哦，要逆风哦，真困难。哦，西方的船有三个帆，哦，要逆风哦，有法度逆风前进。啊，汉民族的船哦，这 junk 哦，无这款的设备哦，所以西方讲，嗯啊，你这就笨手船嘛。Junk, J-U-N-K, 就是笨手，哦，这是说笨手船哦，你这款的船啊，就要跟人修建哦 ，Junk， 啊，翻译做叫做容客船呐，哈，翻译汉文叫容客船，所以台湾吼，都安尼情形下，满清政府就入来台湾，占领啊台湾213年。但是西隆也够讲一句话，西隆讲吼，台湾乃沿海四省的屏障。甲康熙皇帝讲上大的理由，康熙皇帝吼，沿海四省就是江苏啦、浙江啦、福建、广东吼，沿海四省的屏障啦吼。其实这是无啥好啦，但是主要就是讲，哎，我们派满洲兵来个台湾。派汉人兵，啊，汉人兵过三年一调吼，未造反，啊，安尼好，我放心。所以台湾不情愿的状态下，变作满清的土地，哦。啊，政府官员的任用，吼，哦，千里为官只为财，因为在台湾做官的时候，那官。待遇吼，迄薪水吼特别低，毋是讲来台湾做官的薪水高吼，伊是特别低啊。但是来个台湾吼，有通外国，吼，所以咱有一句话叫做吼，三年一小患，五年一大乱，就是因为满清政府的官员吼，拢是俄罗斯籍的官员，所以咱三年都改个换一遍。哦，啊，五年就一大乱。哦，咱拢总有起义吼，138遍。哦，完全接台湾138遍。啊，伊得213年啦呀，所以每一年我都一遍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三年一小患，五年一大乱是正确的。诶，阿姐毛讲起，实际任期哦，两年半差不多都好走啊，哦，啊，伊就讲这真侪咧，下人是做一年，下人做两年啦吼，安尼，这咱细节都免看，这你会使吼，我的字有写，还是你上我的网络吼，我真早期都发表差不多100万字的台湾历史的网络吼。啊，宏跨面积，宏跨面积就代表啥物？我并不是要写书来趁钱，我写书是要予台湾人觉醒，你到底是安怎来的？吼，哦，主要吼，哦，所以上网络看还是会使吼。啊，台湾做官了后，吼，转去中国吼，哦，升官。你若去台湾哦，予你日子较歹过淡薄，但是转去哦。一定升官，升官啦吼，吼，哦。啊，一个台湾的官员哦，不必要经过中央选的选择，就是地方都家己去叫官，所以哦，来台湾的中国官哦，个个拢贪污啦，无贪才是奇怪的事情啦，大家拢贪啦吼。哦，所以家下讲哦，全属贪官呐，全部拢贪官呐，哦。啊，不准西卷，咱头拄好讲过吼，这是讲啊，甲迄个查某人吼，
母阿囝吼，当作人质，吼，当作人质，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因为佮当作人质，所以伫台湾的即汉人的兵吼，伫台湾的时间213年的中间吼，无反清的现象，无反清，吼，即都是即个制度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吼、哦，平埔族甲汉民族吼、哦，全融合，吼、哦，全咱汉人吼、哦，全去娶平埔族的某，啊，其实是吼、哦，和平埔族少，哦，母系社会嘛，平埔族少了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当时吼、哦，你若娶一个某吼、哦，有一句话讲，娶一个某看下三仙天公作。你拜三仙天公做，较舒服娶一个某，哦，这查某人哦真重要，哈、哦。啊，来台湾做官吼、哦，这个俸禄啊特别较低，哈、来台湾做官吼、哦，三年其实是两年半多解决了，无你阁继续做官吼、哦，都爱回去中国。哦、这就是吼、哦，满清吼、哦，满清那有法度，用个人口无到一趴身的人来统治汉民族。一个一个特殊的理由吼、哦，无写出来，就是汉人吼、哦，用个迄个孔孟思想，孔子的思想吼、哦，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奴化的思想，哦，啊，真好管理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摕迄个孔子来做模啊，甲你滴落去，哦，啊，你爱孔子讲哦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下面就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君君臣臣哦，就是讲，你做子儿的对老爸的孝顺哦，加等同于哦，你做臣子对国君的忠诚，叫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啊，你这句话有道理无？敢那有真有道理的吼、哦。其实哦，你有几个老爸，你敢那一个老爸啊？俩啊，甲你差至少20岁，哦啊，但是做官的人哦，会使70-80岁、30-40岁，啊嘛会使3岁囡仔做王嘞。啊，你对3岁囡仔在效忠，啊、这个效忠干无好？你这个效忠，这3岁囡仔的。的老母还是因阿姑、因阿伯，所以哦，中国哦，25世，得讲25世，其实3000年到的23世、23个吼，还是22世那年吼，100多年都爱换一个朝代，哦，100多年都换一个朝代。啊，我看欧洲的历史，当罗马帝国。这个帝国吼、哦，2000年一个朝代，哎、欸、啊，人奈做2000年到换一个朝代，啊，咱奈做100多年都换一个朝代。一规定，成年男子才会使继承王位。哦，咱用个一实际例来讲吼、哦，咱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做《埃及艳后》，哦，啊，《埃及艳后》。这个 Cleopatra 就是埃及艳后的名哈啊，凯撒大帝做皇帝嘛哈，做皇帝但回去用谋杀台死啊，因囝10岁那年，无跟囝接到伊的王位是伊的养子，叫做沃大维，好
啊，沃达维迄阵是成年男子，哦，所以因的王朝有法度通继续，哦，啊，中国的王朝吼，专哦，你效忠国王吼，啊，这个国王三岁啦，啊，都拢大家拢嘛推推。所以晚清的时代，千里为官，只为财。来个台湾来做官是为着钱啦，因为来个台湾做官会使外国，啊，外个真厉害，吼、哦，外个真厉害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西龙吼、哦，占着台湾了吼，佮、哦、规定吼、哦、琉球吼、哦，诶，不是琉球，平遥吼，诶，河西，吼。每年1200两银哦，哎，去乞伊，哦，啊，西龙有住在台湾无？无住在台湾，佮调去中国，因为晚清买好，和西龙在台湾才变成做王，哦，佮调去晚清，啊，那有代志大概叫去修建，哦，这都是晚清统治台湾的诶情形。啊，台湾哦，当时有迄落人去调查啦，吏治之坏吼、哦，讲就是讲这个官员吼贪污吼、哦，随着时间愈来愈败啦，哦，台湾自己啦，哦，啊，甲即马晚清的官员咧福建哦，主要官是伫福建踮遐伫派。啊，福建就派你去台湾做调剂，好、哦，让你帮你去台湾去外国啦，哦，啊，外耍你再给你调到回来，所以你若去台湾就是会使去外国啦，哦，所以台湾就在这个情形下向统治，哦，1874年今年是啥物？哦，1874年就是。牡丹社事件，吼，所以吼、哦，这项事件煞吼，派沈葆桢来台湾，沈葆桢来台湾吼、哦，这已经占台湾190年了吼，一转吼，一讲吼，来台湾的派来台湾的官员哦，捞钱哦，是公然的啦。混过3年就可以升官了、哦啊、所以哦，西迁返回中国，你那人期待来派来台湾的官员会使清廉的，无法度清廉了哈，拢无清廉。好、哦、啊，多嘛讲哈，禁止人民到台湾，好、哦，绝对禁止啊，所以偷渡盛行。所以偷渡盛行，啊，偷渡盛行的时阵，有出现一个新的行业，偷渡查某，嘿，团体吼，唔多台湾就拢查甫的咧吼，啊，爱伫一个某看下三仙天工做咧吼，啊，都跳工伫中国那边，唔知安怎抓还是安怎买查某。啊，运来台湾了后哦，出售，啊，出售要安怎卖？甲查某人囥个布袋内底，提菜市啊哦，会化解。啊，化解吼、哦，啊，你讲我想要买一个查某嘞吼，啊，你出外就介绍，你会使伸手落去摸这个查某，啊，请问你要摸倒位？啊，有人有啥意见？要望倒位？望尻川？望腹肚？啊，个望倒位？你想看卖？想看卖？想看卖？这
啊，门诶，香港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蒙吹气啦。咱要买牛吼，买吼，是看牛诶吹气。啊，所以这个蒙这个查某吼，这蒙吼后山要未发的，这叫做幼气诶。所以你讲槟榔西施拢叫幼气诶，就是安尼来的啦。不是讲幼气诶是安尼。我给你好叫做幼气，就是要不要后生要不要发表？哦，这靠介绍，哦，这会生。哦，啊，那你呢？已经哦，出去落落去啊！哦，啊，这老的就不低。哦，这有这个行业啦，所以偷渡盛行。哦，要偷渡盛行。啊，要来台湾哦，爱种种的限制啦吼，啊，爱有护照啦，你爱有台湾有，要去大都爱知影啦吼，等的限制吼，主要就是讲，不爱让你来台湾，吼，啊，但是咱，但是咧中国吼，搁较歹，中国哪会搁较歹呢？因为规定吼，完成第。甲地震工在做检的时候，规定沿海30华里，30华里的人吼，沿海30华里袂使带人，吼、哦，啊袂使带人，即挂人拢爱移去内地，啊临时当时来到即个村庄，恁拢迁走，哎、欸，你用炸偌济食物，啊你要去多大，所以即个人数死亡哦。是满清占中国吼、哦、死亡人数上悬的一回啦，诶，一个战役啦吼，哦，伊讲嘉定三毒啦，什么哦，卡输即个沿海30华里拢个迁，啊，30华里的即树啊拢个凑凑起来，啊，凑凑起来，我有一回去金门。伊金门人讲，阮的金门吼，就是和郑成功害，哦，郑成功甲这树啊拢抽烟杀，我讲唔对啦，是满清政府来占着金门了，甲树啊是拢抽烟杀，无爱和郑成功因有做船的能力啦，好、哦，这是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。一个用个贿赂，你摕钱予满清官员，买你买使即个吼，啊夹带潜入，哦，冒领伪造护照，等等的，拢有法度入来台湾，哦，所以来入来台湾的人哦，经过乌水沟，即款人哦，拢有具有开拓者的精神，有开拓者的精神，是冒险分子。吼、哦，这是统一学的统的台湾人甲汉人伫行为、心理、行为上愈行愈开阔。来台湾的人甲伫中国的人无共人，偏偏拢是汉人的时阵，都拢区别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区别去了吼，即个咱这台湾人吼。闭嘴！甲中国人有区别起来，哦，啊，愈区别愈大，哦，所以这个林玛丽马街病院的一个医师吼，林玛丽专门做血统研究，伊讲咱台湾人85%是扁包族，啊，我讲哎，安尼，那这个比例吼。有真悬嘞吼，那到个85%，啊，到底真嘞啊假？吼、哦，你即马该看吼、哦，咱那脚吼，买在脚吼，脚算头有鼻损的人吼，下加一个手的，吼、哦，大部分人拢有买在吼、哦，这是皮薄做个一个象征，啊，个手只有一损。
安尼个变落，吼，变落啊，看只有顺无？你个变落，变落看有顺无？你个变安，咪是？哦，这都是讲咱是皮薄族，咱毋是中国人。这有你的内心，吼、哦，啊，还有咱讲，欢喜时阵，对，啊，你那个边落到迄个顺哦，较清楚会走出来。哦，这大概安尼变法啦。哦，安尼都安尼，知影讲你家己是虾米人啊啦吼，都袂去予人去塞弄去啊吼，吼、哦，这是由这历史的观点哦来去查，哦，这三仙天公座啦，带一个去无看亚萨，你拜三仙天公座。伊吼占着台湾吼，无爱让台湾变做反清的迄个根据地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所以台湾吼不组成，用个搬兵制度，搬兵就是制度甲不组成，奈不组成，奈无爱去想。什么意思？即摆你来城起好吼，城起好了后，这个城哦，早晚拢会哦，台湾人退去。啊，完全到派兵来的时候，哇，拄到城派吧，所以哦，不爱做城，这个公事不爱做，跳干不爱。啊，但是到个1874年。因为日本兵有3600名入来，车位车城登陆去拍南部，伊才知影讲，迄台湾是一个国际的所在吼，爱开始去组成，所以台北就起城。台北起城吼，伫几年前120周年的时候，啊，叫我写一篇文章。啊，我就写一篇文章讲，台北竹城何其晚，那也得120年来了。日本就占51年，算50啦。啊，中华民国占60年，啊，就81年，啊，得82年来了。啊，唔多，完全要导航以前，10年才开始咧起啥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完全政府，你知影这原因，伊。不爱让台湾人起城，变作台湾是变作反清的一个根据地，哦，安尼你就讲到一通啊啦，哦，所以台北城吼，台北城吼，你我讲几个啊，哦，你来看迄东门城吼，无关，哦，北门即马北门城嘛，还佫伫个。啊，规定哦，台湾有兵几名？哦，设总兵一员呐、哦，中兵一个人，水师副将一个，哦，参将一员，兵8000人，哦，统总10000名，哦，啊，定3年还是2年就转来队。就做这个的，哦，这就是讲，伊不爱让汉人的兵来台湾做兵做上久，做官做上久，无信用，
满洲人无信任汉人的投降的军队，哦，降兵不信任他，所以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哈。哎呀，个，因为这个制度啊，吼，这个、兵源哦，各队在做兵，台湾人不在做兵，台湾人做啥？做用，勇敢也没用。清朝的兵哦，只不都下些兵啊，吼，啊那台湾人哦，下些勇敢没用。啊，用是啥意思？用是地方的武力，好、哦、保护这个未输建设啦。好、哦，你会使让你做建设啦，未使让你做兵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到外买手吼、哦，日本人来占台湾的时阵吼、哦，中国兵走到离火卡，无钱都该都走。好、哦，的原因就是这家。伊就是把台湾视为敌境，就是满清政府把台湾看作这是敌人的所在啦，不是我们的同胞啦。你要注意啊，那你个画同胞的迄、那、哦、個，绝对不是把你看作同胞。迄、那个不是今嘛人在讲，我把你当作人看，哦，他就绝对不是同胞啊，哦，这。卖讲啥人伫讲诶吼，三年为限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派来兵吼，漳州人，咱台湾有漳州人、泉州人、客家人、闽北族，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啊，漳州兵吼，袂使派去漳州诶，漳州人住诶所在，泉州人袂使派去泉州人诶所在。和你族群不合啦，这就是基本的设，迄个基本的迄、那个，即、这个设计吼，都是和你袂合，哦，这就是伊的迄个分化政策，分化政策，哦，形成军民敌对。所以以后演变，咱有迄个族群械斗，咱这族群械斗哦，分做几项。族群的械斗有闽客斗，这客家人讲的话，甲河洛人讲的话无共款。罗伊太太，哦，漳泉斗，漳州人讲的音，甲泉州人讲的音无共款，去台。县级斗，吼、哦，这关甲迄关，啊个宗族斗，姓王的台姓，你们姓你们台姓，啊、哦，先安尼，用个姓氏来区别。啊个一种叫做客客斗，客家人甲客家人嘛不爱和你好，恁落去台，吼、哦、啊职业团体互斗，吼、哦，拢总发生38遍族群械斗。调岗刻意制造，啊，那都爱制造这個，因为我要做不一个完整的官员，那我这个通知的所在发生抗清事件的时候，我这个官都不会免做啊，啊，都不会使贪污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发生族群械斗，恁太太是台湾人，台湾人，恁太太是真好啊，吼、哦，跟我都无关联。啊、所以、哦、鼓励族群械斗、哦、一个搬兵的那个兵爱素质，因为中国人讲好铁不打钉啦，好男不当兵啦，做兵的东西派人啦、哦、所以这素质本来就差，啊，佫会派去台湾，也较差，哦，啊，所以来台湾吼、哦，就开始吼、哦，去教场啦，去迄个不良的所在吼，就开始的作业，哦，啊，佫请吼、
伊个兵器哦是家己炸，哦，啊伊个战斗力，就苏联都无嘛，无迄个战斗力嘛，所以满清个兵袂进嘞，伫台湾个兵袂进嘞，每回进哦，咱台湾人拢赢。咱有即个真出名的即林爽文抗清事件，林爽文哦起兵，一声都把这台南城占了吼，啊要去占家己啊吼，啊满清兵吼，满清三处为中国调兵来，调正规的军队来，头一兵。该拍败，林爽文该拍败。第二遍过来，照常该你拍败。第三遍派来吼，哇，这是吼各省的各省的精英。干哪讲有内底有重要的人吼，就是讲四川屯防三千人。四川屯防是啥意思？就是西藏人啦，吼。住喺关山的西藏人有几千人，啊，因为这团哦，三千人哦，康诶乾隆皇帝特别送六十只牛，互因沿路到台湾来吃，吃这挂牛啦，这是六十只的牛啦，哦啊，所以有这个记录，啊，这三千人买酒哦，甲林爽文拍败，林爽文走去南投山顶。咱台湾有关山，啊，那汉林兵吼、哦、到关山袂喘气，但是西藏兵吼、哦，伊本来就挖四千公尺的关山嘛，啊，就来个只真拄好，全甲林爽文掠去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吼、哦，咱台湾每次要独立建国拢失败的原因吼、哦，主要是第一吼，因为离中国伤近啦，吼、哦。啊！美国哪有法度为英国成功独立成功？第一，有一个大西洋，这个、海洋真宽。第二，有国际的援助。法国呛声，你那个派兵去美洲哦，我都跟你写。哦，啊，迄阵法国啊相当强，啊，法国呛声，所以。美国到有法度通独立，啊，美国嘅独立嘅因素吼，即甲即个国际有关系，所以咱台湾即回咱要求法律建国主体啦吼，唔是讲要建国，咱即吼法律主体吼，咱叫做主体啦吼，自治，都是爱有第三国来甲你介入，咱才成功。你不使干来讲，我要台独，我要独立啊！你要啊，无人甲你帮忙，要安怎独立？当地人要独立，当地人是啥物所在？当地人是伫印尼的中啊一个小岛吼，这个岛属吼是这个葡萄牙人占的，所以迄个所在讲葡萄牙文，啊，其他的所在吼。是讲荷兰文，荷兰人讲的。哦，当时十七世纪，葡萄牙人、荷兰人去占印尼，主要是为着什么？因为印尼有这个香料，欧洲人所需要的香料，啊，所以去占这块所在。哦，啊，但是当地人要独立，无法度成功，要求澳洲出兵帮忙。都带成功了，哦，这你无第三国哦介入哦，你无法度通成功，哦，即马阿拉伯世界嘛是安尼哦，你注意看，爱有国际的国际的介入，你干那靠家己的力量哦，绝对较属于了统集权的统治者。伊这个吼，一个吃空缺，下面一个吃空缺呢，
喝冰雪吃空缺，就是讲哦，我这个日本兵哦，登陆澳队的时阵哦，澳队有三营的清军哦，啊，历史注一下约千名兵啦，啊，满清兵一营500人嘛，啊，真简单，350都1500人，啊，那买下1500人的兵对呀。约千人，就是无够一千个人。啊，这满清兵哦，就是讲我这赢吼500名，赢500名的薪水，啊，我干那发200名出去来尔。啊，剩的300名，我这里做头的吼，我就跌落六，我落地啊。哦，就是叫做吃空缺，哦，喝冰雪，哦，这就是台湾的迄、那个。东西的状态了哈。啊，兵甲将哦袂下，这兵哦，这将哦，甲兵哦，无斗阵，互相对立，啊，挑工的兵将不和哦。啊，武器各自保管，你家己的武器哦，要去台湾哦。你家己的武器家己炸，所以这嘛是问题了了哦。所以台湾哦派官原因啊是这啊其中之一的哈、哦。啊，台湾不足城，咱他都有讲的哈。好、哦，伊、哦、是主要原因是。根本无愿意在敌人的境内替敌人建立防御工事，很多清楚啊，根本就不愿意了哈。好、哦哦、啊，国这个咱无护城河，好、哦，所以哦，台北主城也无起这护城河，这都满清政府是惊台湾人反清。未来对初三星，不是为外靠来，所以城未使去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不足城是这个一个定律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吼的状态吼，咱安尼加减慢你了解，200年来。虽然把台湾列入版图，但是在满清的官员，你那个所在是敌境啊，敌人的所在了，哦，把台湾永远当作敌人了，哦，所以要就把台湾挂起上啊，因为欢喜，真好啊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一个人台湾哦。咱第一讲电视王朝的时候，有讲哦，咱台湾哦有创一个叫做这个叫做洪门天地会，哦，洪门天地会哦是咱们台湾郑成功的时代创立的，哦，啊个洪门这个物件哦，它因为台湾买就去要搬进去。占去了，把这个物件传去中国，哦，啊，传去中国，啊，中国再个传，啊，台湾在满清占的时阵吼，咱要安怎吼反清吼，主动吼，家己人民吼，家己组织起来，真简单就组织起来，哦，这个洪门天地会吼，有真侪暗号啦吼，提杯啊！阿秋，哦，阿、啊、去餐厅内底要安怎啉茶，拢有规矩滴个啦吼。这个规矩哦，我创一个，互恁看吼、哦。这个我吼、哦，我甲头前个人吼、哦、握手，啊，我传递一个讯息互你。我讲我是澳门个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传递一个讯息给你。啊！你这个后边人握手啊，后边人握手，啊！这个讯息看看到最后面哦，啊！我问上后边迄个，
哦，到底什么讯息？哦，我意思啊，你该后边来讲。啊，你个后边呀，来，你知影无？知影吼？有无？哦，后面那个小姐，你讲你得到什么讯号？如果说以现在这种，没有，我是有听人家说，不，哦，快讲哦。如果这样子抠手的话，你握手哈，不是性骚扰了哈，他是安妮哈，哦，安妮跟握手哈。你外口的人看袂到嘛？我跟你握手，我讲我是洪门的人。好，啊，你主人，哎，对方也跟你安尼，哎，咱是兄弟。啊，对对。好，无性骚扰啦。迄阵是小姐拢无在路在走的。在扣手啊，阿达哥啊，阿尼啦，阿尼握手啦吼，可能团体有四五个该跟要，阿尼唔对啦，阿尼，所以台湾哦，派官，确实有影派官。咱台湾人有组织，有思想，啊，要甲你控清就甲你控清，哦，三年一小犯，五年一大乱，哦，这款代志哦，敢若在台湾会发生，在中国没有，中国人哦，汉民族哦，去哦，完成一趴身的人欺负268年，袂晓觉醒，等下迄落。洪门天地会哦，传去美国，哦，美国变作孙中山叫做兴中会，佮传倒转来，这拢是洪门的规矩。啊，当时洪门的代志也个，这个满清的官员也毋是推过，乾隆皇帝哦，讲诶，安奈会使互你安尼，安尼踮遮你加乱。伊设立一个叫做青帮，你捌听过无？青就是满清的青，哦，啊，青帮的意思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我是满清的人，哦，啊，青帮，啊，这个青帮吼，传咧中国吼，啊，你知影怎个叫参加这些帮？中华民国将官，大家拢青帮的啦。啊，啊，青帮，即哦，无国家意识的，哦。那洪门是讲，我往过即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，哦啊，所以叫做洪门。啊，青帮就是讲，我是要效忠满清的，哦，所以这里内底有区别，哦。所以才有在讲组织会党，这咱台湾人特别会向，哦。还有咱对台湾的疆界的。认定，吼、
伊管台湾就漫不经心啦，吼，漫不经心啦，吼，就是讲凊彩管管的啦，吼，无甲你迄啰漫不经心啦，吼，啊，翻界土牛，吼，啊，甲翻改，吼，袂使甲原住民发生纠纷，吼，这就是台湾的国土。咱秘书长有互咱看迄个台湾的地图，吼，敢若西部。已经开发的所在，但是完全的土地，吼、哦，这咱在这个讲历史的时阵哦，会看得到吼、哦。啊，设立义勇吼，爱勇了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吼、哦、东部吼、哦、无名啦，拢叫做后山啦。花莲要选市长，叫做后山选举，恁知影无？那个后山，迄度无甲你承认迄个所在哦，迄后山啦，迄拢叫做后山啦吼。其实宜兰也是后山啦吼。宜兰吼是这个五沙去开发的，吼为鸡人走路，啊走到头一个所在叫做头城，吼啊然后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啊到嘛是七八级，嘛十几级。阿吉的意思就是讲哦，我一群人阿吉的就位，吼、哦，啊，阿吉哦做好名册，吼、哦，1808年哦，吼、哦，五华吼、哦、第二人开拓，做户口名册，摕来台北孟加和闽浙总督，哦，要求甲卡马兰格。格阿兰哈、哦、卡马兰哈、哦、划入满清的版图，好、哦，但是经过两年，无啥甘愿甲卡马兰挂做满清的版图，啊，奈这些大地土地要互你，啊，你还阁无啥满意，是啥物意思？满清政府对这个卡马兰收到卡马兰无啥欢喜，奈无啥欢喜。因为吼、哦，完全政府的官员，你若开发一块土地，啊，迄个遮孤山，你开发一块土地，啊，去登记，啊，来我这龟路也遮登记，嗯，你这登记到位，都讲较清楚了后，哎，这阮小弟的，吼、哦，你该纳税金，吼、哦，啊，都、就是拢甲你变一道的，你开发的变人的啦。啊！做名册做好了，你袂使比伊个啊，所以无啥甘愿嘞。所以等两年了，大概，吼、哦，大概格马兰哦，格马兰，吼、哦，即摆有迄个格马兰威士忌，吼、哦，还有格马兰。诶，迄啰 ，mas 哈，好，这都是宜兰的意思，啊，要就改做宜兰啦，哈、哦。一个，他都咱有听到吼、哦，涉外事件，哦，美国看到这情形，台湾这情形，准备用个钱来买台湾呐，那要买台湾。一看到英国占领香港哦，大挑咧，啊，迄、那个葡萄牙人哦占领澳门嘛大挑咧，安怎挑？那头前的挑法是安尼啦吼，葡萄牙人占着澳门哦，你莫看讲澳门是配搭了大哦，迄中国人看袂起的所在，但是澳门哦。是一个港口，中国出产的肥啊，吼、哦、，China 肥啊叫做 China， 啊，中国叫做 China， 就是讲这出产肥啊的所在叫做 China， 吼、哦，啊，咱在历史书吼，他给讲，中国是叫做大秦吼、哦，啊，大秦叫做 China， 给你讲掉，出产肥啊的所在叫做 China， 所以这东方的。中国叫做 China， 啊，啊出产肥啊，啊肥啊用个船，
把你运去澳洲，这边你一千只骆驼，我一台船我都把你运走。啊，所以先起运金大吧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第一中国这所在，你若赚10%、20%都真好啊嘞。但是人安尼运气哦，是赚200%、300%哦，300、500在赚哦，唔知呀。哦，澳门有这款的问题，哦，啊，所以美国知影讲，哎，这台湾都无主嘞，哦，准备要来买台湾，哦，但是买手奈无买，因为美国哦。甲西班牙有一场战争，吼、哦，啊，占着菲律宾，啊，安尼免离台湾无要紧，吼、哦，所以美国准备买台湾，啊，台湾迄个时阵有一个好处，咱台湾的迄个鸡笼这边吼、哦、出产碳、煤矿、啊、硫磺，吼、哦，这些拢是当时真需要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还有一个卢沟号的事件。美船罗美号事件，哦，这个事件吼、哦，这个美国，咱大多听迄个林永成都在讲吼、哦，美国直接跟原住民谈判，无经过满清的政府，因为满清政府也无爱插，你这个也不是我的国土啊，你要安怎讲，你对你去讲，所以伊跟原住民直接谈判。还有英国、德国，垦殖东部大南澳，哦，大南澳、南澳啊，哦，他那个所在，他自己去开垦，哦，所以那也不是完全的土地，哦，这都是证明，哦，啊，牡丹社事件，哦，这个有一句话，哦，要知道，哦，这完全的官员说，哦，喜欢太郎，我毛血毛血毛淌细呀，毛血细呀，哈哈，生荒皆化外，喜欢东西化外之民了，哈。犹如贵国之下狱，不服王法。哦，万国之野蛮人，大不如此。就是讲哦，你这个这个哦，太这个牡丹社哦，你要安怎去创哦？你去创，迄毋是我的国土，迄嘛是毋是我的臣民？哦，啊，所以日本就派兵来，派3600名去这个为车城定了。啊，满清的官员有看到因位啊定落，啊，你要定落就定落，啊，就去拍，拍半年吼，日本兵42个，哦，啊，原住民4、5个无讲，应该是真侪人，哦，但是台湾吼，去予台湾的帮啊定着吼，死1000人，3000人去死1000人。去得到马拉利亚死去，吼、哦！啊，还佫1000人破病，啊，唔代表你佫接落去，你拢你的病啊拢死了了，吼、哦！所以迄个时阵吼，满清推啊，满清政府佫摕50万牛粪，予即个日本政府啊，恁退兵啊，啊，有钱通退就好啊，啊，转来走，吼、哦！这就是。牡丹社事件的收尾是安尼收尾，所以只要写讲吼，生番既属我国化外，问罪不问罪，由贵国裁夺，都是主管不是我的啦，买甲唔实在你啦，好，这都是台湾对国家的认知啦，哈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来看这个台湾的国土，好、哦、来看台湾国土。这张图，1863年已经开发的是西部迄日有彩色的，好、哦，这是
这所在吼，有甲卡马兰收倒来，有甲卡马兰收一个完整个版图，所以这挂所在是啊，出来通通不是，拢叫做后山啦。哦，所以后山的选举，即摆嘛还搁在用这个名词啦，哦，花莲迄叫做后山啦，啊、哦，后山是真快啦，吼、哦，这个，所以这个人才讲东西话迄个呗，好、哦，这哈。你讲啥？猪罗吼，我讲吼、哦，嘉义吼，本来就猪罗啦，啊，那叫做嘉义，因为吼、哦，林松文抗清的时阵吼、哦，这个满清都甲这个台湾人分化讲。恁住的家己的即挂是泉州人，啊，迄个来拍满清政府的吼、哦、是漳州人，啊，漳州人要来抬恁泉州人，啊，所以泉州人抗清，退满清政府来给抗清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抗清啊，要就三处的进兵吼、哦，为中国派兵来三处。啊，第三次唔多，完成赢咧吼。啊，完成赢了后，伊认为这个猪罗的人吼，异形可嘉。吼、哦，乾隆皇帝讲异形可嘉，所以改猪罗改做嘉义，嘉义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名吼、哦，你也知吼、哦。真歹听，爱改改嘛。以后民政府执政了，什么嘉义，那有异形可嘉，迄出卖家己的人，异形不可嘉，所以改做改回原名叫做猪罗，点都较好啦。哦，一个一项代志，就是咱五届的吼、哦，咱七月十五。做什么？拜下好兄弟。啊，什么叫做好兄弟？啊，好兄弟就是大家解说，就是讲孤魂野鬼。哦，啊，其实哦，好兄弟的由来爱讲给大家听。咱定啊，当咪。路边看到安尼，这么高的下庙吼，啊，叫做幽燕宫、大梦宫、八四爷，有无？恁有过看过无？啊，这个幽燕宫后边就一窟，这一窟的人都尸体吼，个等的迄一窟，就是讲吼，这个所在过去不发生。战争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有几百个人去用杀死。你若死一个人，我那都个退你去一间小间阿庙，免嘛。你死几百个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退你挖一个墓，吼、哦，你那些尸臭嘛袂使咧，甲你当作大道顶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霸气公、幽燕公，有求必应，吼、哦。其实这挂人。就是为着台湾，甲满清政府来作战，甲国民党叫作战，甲日本作战，啊去集体互屠杀，啊，即个受到屠杀的人，死在路边，庄家的人甲捡捡，啊，去一个小间庙啊，叫幽燕宫、大梦宫。其实这些人就是台湾的民族英雄啦，咱的民族英雄叫做好兄弟啦。啊，现在又出一个问题，啊，如果
徛喺廖北海立场，啊，去互咱台湾人抬死，啊，迄个人安怎处理？讲较大声诶，伊机敏啊！迄吼，去互咱台湾人抬死诶吼，即个廖北海吼，完成政府退休息，啊，佫起一间庙啊，水水可以，叫做移民庙。啊，我这文章发表了，伫网站，啊，就真侪人讲，啊，你安尼歧视我们客家人。我讲哦，唔对，移民庙哦，有客家人的移民庙较侪，就无定打。但是毛泉州人移民庙，伫嘉义，伫鹿港，哦，啊毛漳州人的移民庙，啊毛原住民人的移民庙，但是乡下拢无往。但是就是客家人哦，对这个移民庙感觉讲，诶，这是因的精神，哦，其实他们上当了，自己上当唔知啊，还是？其实迄个人是不义之民啊，对台湾来讲，也是不义之民。啊，移民甲不义之民吼，都差真侪咧吼。哦，对啊，咱会好兄弟，哦，所以每年，七月半，各地拢在拜，哦，拜好兄弟。啊，好兄弟就是为着咱台湾牺牲性命。一挂人，啊，即安尼，加减甲大家头壳吼，过去林地错误的所在吼，修正，一个林地错误的所在，咱台湾人，迄啰人死了吼，过几年都爱捡骨，安那都捡骨。什么意思？搁改葬，这种创哦，这都是统治者来占着台湾了，满清政府来占着台湾了，甲郑成功、郑经的墓给掘起，美其名就讲我这种人爱孝顺。把郑成功的骨头、郑经的骨头提起，泉州搁带一遍。啊，同时呢，伊嘛搁去迄个明朝的墓吼，有百外门明朝的大神啦吼，对郑成功吼、郑经来的人吼，有百外的墓吼，拢去甲挖挖的。啊，骨头凊彩个带泥沙，吼，啊，台湾人看到，哦，啊，你那安尼做？伊讲，这叫做孝顺，所以台湾人得一时失察，想讲哦，甲祖先阿无吼，搁该擦一遍，伊就困咧地下都好势好势，都该擦下，吼、哦，啊再来搁改装，这是真不良的习惯。哦，啊，咱读历史就知影讲啊，哦，原来就是即挂发生问题吼。哦是咱台湾的目的啦，哦，所以但是最近因为这个土地的贵吼，所以咱往个黑种来呀，所以从骨头户来呀，都看这个问题都看消灭的无形啦，好、哦，但是嘛是有土葬的，哦，好、哦、对，安尼咱即爿今仔日在讲一寡满清占台湾。而且代志有啥物疑问无？有疑问欢迎吼提出来。啊，若无咱就下课。好、哦，谢谢。起立，行咧，楼骹用餐。